会想买这件，是因为我想说睡觉也要性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我每个月拍大片的时候到了，就是我通常会拍影片，就是这一支一定是大片。今天请到一个萝莉风、日系风女孩，欢迎她。她进来。大家好，粉粉。耶。我们之前有一起拍过广告，那时候我就是很喜欢你。真的假的？现在呢？而且我看到你本人的时候，就是还会有触电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有说过一句话，我吓到。他说没有一个男生看到他没有爱上他。白痴哦！你跟我讲这个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想要把粉粉改造成我，但是我的话，应该不要穿上大哥了。当然啦，给你看，我特别带了，我超爱这件。我跟你讲，这件真的很贵，这件是古着，这件我好奇你穿上这件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也很好奇耶。下半身只需要一件黑色的宽裤就可以解决。我帮你准备超多的哦。那你第一套，好，我知道，居家服，就是我平常在家都会穿的哦。确定哎，这种啊没有，我帮你准备小外套，你可以穿。下半身嘞，内裤。下半身有，哎，没有哎，这个内裤。等一下，我可以给你下半身的居家服。这个好像就是还行，就是内搭嘛，就是对小可爱。可是我跟你说，这件穿起来很惊人。但是因为你有胸部。没有，你等下就知道这件很夸张，等下就可以看到本本穿这个内衣喽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要来欢迎本本，我改造的本本。我不敢出去。不是啦，这太夸张了啦，那我变超大了。你本来就很有料啊。怎么样？你要走秀，走秀，走秀。算是，这是你睡觉衣服。对啊，你睡觉干嘛穿的？那个时候会想买这件，是因为我想说睡觉也要性感。我就觉得女生就是睡觉有睡觉仪式。所以我把这件传承给你哦，传承给我，就之后就直接送你了。然后我就必须每天都穿这样睡觉。对对对。我现在是坏人，然后你是好女孩，家可爱的女朋友。把衣服脱掉。不要了。哥，讨厌啦。我们现在换第二套了。第二套是什么？很可怕。可怕，我觉得这一套已经够可怕了。不是你这个，胸部的那围那么大，我哪穿得下？太扯了啦，这什么啊？没关系，反正你等一下就先穿看看。我有很多套，就是穿一套。好，其实我的风格都就大。是男生的衣服吧？它其实就一样，就衬衫，只是它比较有气质，没有这种老虎什么的。那我们现在要先去换第二套。好，换第二套。比较集中一点，因为我的身形就你看我比较高，然后什么你比较高？我比较高，你几公分？164，我158。你看，就是我们 size 至少应该有差一两个，就像我是 M 好，应该是 S。我是 M， 你是 S，SM 我是 M。大家如果喜欢第一套或是第二套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之后就会走这个风格。才不会，你明就说会，那我试一下再变就好了。有没有侧乳的？不行，再给大家看了。不能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还是我们等一下露。好，那侧乳由我露给大家看。我跟你讲，男生只要看到有带纱的，就会有一种想要释放内心野兽的感觉。你怎么知道？对吧？男生应该是这样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啊，因为我有交过男朋友啊。你有见过？见过野兽。经过很多惊喜啊，经过很多从野兽变成畜生的过程。今天邀请到熊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熊。大来宾。大来宾真的蛮大的，所以要大来宾才能来当你的来宾，对，才能可以来跟我一起开箱我跟林莎的写真。OK， 沙源满满，有，我觉得拍得很棒。对，因为你比我们两个大。你说年纪还是胸部？应该是都是。你有个称号，自己帮我取的。你叫做大巨乳熊熊。那不是称号，那是两个名词组在一起。是啊。不是，因为我刚刚在拍，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好烂哦。哦，有没有？是不是真的？真的有在聚，没有在夸张、而且你走路的位置有波动，因为我们的波动是这边上面可能这样波，你的是上下咚咚。什
么东东？那我可以直接展现给大家看吗？对，因为这是我们沙源满满，我跟林莎新出的，然后我现在给熊熊选一张，他最喜欢的选一张我最喜欢的、喔。对。对，哎、欸，每一张都很赞呢、欸。其实那可能是这一张吧、欸。真的假的？你很夸张哎。谁有啊？你自己问我最喜欢，然后不给我选，代表你很变态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是以宅男的男生的想法，我 IG 的页面打开跟男生的差不多，因为我也是很喜欢看美女。你很夸张哎。那不然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？其实这一张也不错。这一张也蛮正的。洗澡的。对，不是是因为你们穿肤色会有一种。遐想，对，因为那个肤色是真的是透明。为什么洗澡的我会特别喜欢？是因为一定要够 好，才有办法一起洗澡。那等一下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一起洗澡是不是？对，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洗澡了。我们今天为了拍这个片，就是等一下要一起洗澡。这张的表情很有别于你平常的样子，姐姐的感觉，御姐的感觉。这个给你们瞥一眼，你看。你们自己去买好不好？真的很夸张、欸，我就是不要拍得太清楚啊。你们这里面是的280页，对不对？我刚208页哦，208页。那你们的衣服都是谁帮你们？我们自己配的，但有请那个啦，就是造型师，造型对，帮我们稍微搭一下。好像拍50套、欸，50套，因为我当初拍写真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好像也是换了非常多套衣服。那时候还没有到很红的时候，我很多东西都是自己谈自己。很辛苦，但你们现在应该很多赞助，你们已经红了、啊。没有，基本上我们是自己买的、欸，自己花钱买的。都是自己买的，因为其实这就是拍出我们最日常会穿，像我喜欢这套、嗯，就是我平常在家。这一套真的是感觉好像在跟男生说话。如果你女朋友这样子，应该不出门了吧？她内裤是透明的，哦，是纱的。那不然给大家看一下林莎的、哦，出卖她好了。你选一个，反正她不在。来看一下我们的纱，哎，这个南半球。哎、欸，问一下，男生比较喜欢南半球还是北半球？应该是南半球吧，或是侧乳、嗯。好，给你们男生选南半球、北半球跟侧乳、嗯，喜欢哪一个？那個、你们两个喜欢什么？他们选女生。这3选1嘛。南半球。安妮嘞？韩国人觉得很变态是不是？他金牛座的，很色。安妮嘞？南半球。哎、欸，男生都喜欢南半球哎、欸。安妮、啊、有没有露南半球的？哪里？没有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封面。封面是。四周吧都有，但是它主要是南半球。你这个的泳衣很小片，对对对，所以它的集中效果没有那么好。对对对它就会变成是自然度，对自然度就是下面这个胸部南半球的部分。后面是环球。那我们，那你有没有侧乳的？不行，再给大家看了。不能了是不是？好，还是我们等一下露。好，那侧乳由我露给大家看。熊熊说他有买很多，他之前要拍写真的。我以前辈的身份就传承一些，我以前拍写真的时候买的衣服，但是有一些我没有用到。他说我的内衣都很。你的他的都算偏普通。他说你的内衣也太普通了吧？然后他今天带了很多内衣，我们现在来交换我们两个人的内衣。好，先拿出来给大家看。你先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拍写真的一些基本配备。好，哎、欸，这样子，哇，你会不会觉得很普通？黑色的，这样它就是内衣，然后这边是这样，哦，勾脖子的是不是？就是有一个这样子深 V 的感觉。嗯，那白色跟黑色你比较喜欢哪一件？看一下啊，我喜欢白色的、欸，所以你等一下要去穿这个，没有问题。熊熊要穿上这件了，好，来看一下学姐的，学姐的白色跟黑色，太夸张了吧？来，这是学姐的，哎、欸，这件我当初有在 GQ 拍过，上 GQ 杂志。那你的点不是就直接露出来？就是贴胸贴啊，但是这件真的很美，哇，这个是学姐，啊，这是学妹，学妹比较纯欲啦，学姐就比较。变态一点，这样比较情欲，男生喜欢比较情欲，男生喜欢情欲还是纯欲，都喜欢，他们选不出来。黑色这件，哦，这件我喜欢啊。这件它是一个这样，超美的小肚兜的感觉，小肚兜的感觉，但是它这整个全部都是中空的。我要带去拍新的写真。好，给你，因为我后来没有再拍第二本的机会，所以它就是一直尘封着。真的好美。熊熊怎么那么好？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很贵，我的内衣都是很贵的。其实我还有、欸，你看你腿上有别的，这样子，这个完全没有贴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一定要有胸部的人穿才好看，但没有胸部的人穿也有一种很可爱的感觉，很可爱耶。因为我跟你讲，男生只要看到有带纱的，就会有一种勾起一种想要释放内心野兽的感觉。你怎么知道？对吧？男生应该是这样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啊，因为我有交过男朋友啊，见过野兽。算是见过很多惊喜啊，见过很多从野兽变成畜生的过程。好，所以我们要交换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来，那对你穿我这个，然后我穿穿看你这个。好，那我们去换衣服喽。OK， 走了。OK， 各位朋友们，哎、欸，我真的是为了圆圆这么的牺牲哎、欸，真的来，
我们来摆一下 pose 好了，既然那么准，哎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。耶，奶奶碰奶奶，我抱到巨乳妹了。好，那带着我们的林莎好朋友，好走咯哈。OK， 要支持什么？沙源满满，好大麦哦。觉得我的内衣比较好看，还是我熊熊的这件？所以如果留言了，你会送他们吗？他们会想要吗？我不知道啊，问网友啊。那就先留言啊，他到时候再自己决定。如果我觉得很多留言就送。好 OK， 好 OK， 好，那就这样咯，拜拜。